继续要来关心来自嘉义县议会的消息。服务协议签订了后，到底对中药商有偌大的冲击呢？嘉义县卫生局伫送嘉义县议会的工作报告当中，引述大学教授的调查报告，议员蔡其昌批评，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。对此，卫生局长张明昌也承认，这篇资料放伫工作报告当中，实在是画蛇添足。两岸签署服务协议了后，在协议生效了后，资金向交的大陆业者将处理台湾中药产销主控权，透过产量以及介绍垄断台湾市场。对此，嘉义县卫生局第二会工作报告当中指出，可能将会对嘉义县辖区内中药行产生真大的影响。议员蔡其昌指出，这资料是嘉义县卫生局家己调查而出，也则是又阁是抄写的。卫生局长张明昌指出，这是引述大学教授调查资料，蔡其昌指出，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、画蛇添足。有啊，台农药对咱家己个医疗保障有了正常的利用，不是这样，是要靠这个的。本来因为政策嘛，没有说明显收回不敢讲，将来的情形会怎么样？但是以目前政策面来讲，当然正面好方便啊。正面当然，大家看可能也输点钱进来，我相信嘛。我可能卖了，这是要正面的。来市售的中药材98%拢是来自中国大陆，但是台湾散布完全的中药材会当销往大陆。两岸服务协议片面对中国大陆中药商来开放，引发不少产业官僚受到冲击。其中官僚超过80%拢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中药业，更是首当其冲。新闻就在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